我是刚刚列车到了212年的2月2号。双鹅蛋。6:45，乘坐是13947的839潮州的 PP1017 的南端接头。说一次，台中八台交花东西号收领的车子直达要3点起。本程即将列车。再一次啊，台中八车九号龙号受理，而车子直达用3012m/3005的皮站斗腾啊，红色带新的体站来车，收一次站，双蛋，你好，这个方案这地方，开启车门。3005。站，请旅客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接月台 A。有列车空中。见。有列车通过本站。好，1327，看见了。两节 DRC 加108加105，两节 DRC 颜色超个车加一级，那个1327单电筒，关闭车门，站。所以一次下个安的电话完，来自然就。对，刚才还是871/24，哇，试运转列车，试运转列车，对啊，试运转列车。九点47分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